梯开始理发了，这个电梯剪的充电器找不到了啊，所以就只能试一下，看看它是不是能够剃完啊。先剃头发吧啊，现在头发一长了有点不舒服了啊，现在就抓紧时间剃，希望它能办到不要停电啊，或者这点电剩下来能够把这个头发理完啊。已经想了好几天了，但是充电器找不到了。那就用最快的速度开始剃了啊！先剃头发，再剃胡子啊！他会指责什么？还行，把头发大体剃完了。
有点近视眼啊，只能贴近了看。好了，再见。将近十分钟完事儿，还不错，嗯，还不错。摸摸，摸摸看看有没有哪块没踢到的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还可以，还算干净啊，还可以。摸了一下，基本上都剃干净了啊。然后这是头发，也有白头发喽，一根白头发，白头发不少喽。欧了，这就可以了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再见，再见再见。